打听到五星蚂蚁在干什么了吗？打听到了，他们正在作诗呢。嗯，作诗？嗯。哼，他们竟然还有闲情玩这个呀。嗯，很好，你们继续玩呗，很快我就让你们尝尝我秘密武器的厉害。水灵灵，你的诗还没做出来吗？古语有云，心如止水见长明，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做出好诗。火葱葱，你给我站住。有本事你来追我呀。心静心静，我不能被他们干扰到。看我的无敌镇魂泥团。水灵灵写诗需要安静。有了，我想到了一句。你是谁又在吵呀？这次可不是我，是博士啊。哟，亲爱的五星蚂蚁们，任务来喽。看来今天是写不了诗的了。代表智慧的智系小灵珠在中国的黄鹤楼出现了。黄鹤楼就是那个许多诗人争相游览的黄鹤楼吗？没错，就是那座著名楼阁。它位于长江南岸的一座峰岭上，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，在三国时代建造完成，距今已经有1780多年历史了。整座楼阁具有独特的中国民族特色，许多大诗人在那里游历完后留下了不少千古传颂的名句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赶紧出发吧。说不定到了那里，我可以得到不少写诗的灵感呢。等等我们。为梦想出发。这就是黄鹤楼，造型真够古典。我们比比看谁先上到最顶层。走喽。我们可不会输给你。哇，这里的风景真好。看，小灵珠在那个尖顶上。脚滑，糟了，木吞吞掉下去了。木吞吞，待在那里别乱动。我现在就来救你。火葱葱，你冷静点，那里太滑了，你也会掉下去的。水灵灵说的对，那用我的粘土把它拉上来吧。老大，五星蚂蚁在上面。他们好像遇到麻烦了。我们上。哇，真是太厉害了。这下麻烦了，雷震人他们来了。这两个大坏蛋偏偏这个时候出现。水灵灵，你快去拿小灵珠，木吞吞交给我们。明白了。你们逃不掉了。快放我出去。木吞吞，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去救他。看招。不好了，
你的同伴都被我捉住了，赶紧投降，交出小灵珠。我才没有那么容易被你打败。五行召唤，打开吧，智慧的指引，泡泡仙子。就剩你一个还想打败我。水灵灵小心，水泡泡防护队，嘿，暴旋龙卷风。不堪一击。完了，这下完了。水灵灵，你没事吧？快振作呀！小灵珠要被抢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本事放我出来！我要跟你大战300回合！哈哈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胜利一定属于我雷震震。怎么办呢？是代表智慧的小灵珠。对呀，我要静下心来。一定还有办法，我们还没有输呢。小灵珠，请用您的智慧来指引我吧。怎么回事？他的犄角又复活了。这些没用的软泡泡，本天才根本不怕。为了保护同伴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你打败。星钻冰冻。好巨大的冰块。大又怎样？我一点都不怕。不单是巨大，它还可以随意的变化哦。真聪明。书上说，敖仲的镜面能够折射阳光来聚集热能量。管你是冰块还是木块，我照样可以击穿它。下次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。全靠这架新的神尊机甲，我们终于得救了。这都是水灵灵的功劳，紧急关头还能保持冷静。我相信你绝对靠得住，所以我就没换过。刚才不知道谁在那不停地叫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哪有啊！可恶的水灵灵，偏偏在那种时候升级机甲。下一次他们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可是他们一直很好运。饺子是中国的特色食物，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的。这是什么味道？闻起来好香啊。那是中国人传统的食物饺子，地球人都很喜欢吃。我们也想吃。哇，我已经很久没闻到过这么香的食物了。书上说要自力更生。我们只是想尝一下而已。对对对，大家都是美食家，美食不分你我的。我来到地球后就没吃过饱饭，都瘦了一大圈了。大家都是布兰星的同乡，你应该了解我们的心情。这好吧，我分一点给你们。就这儿吧。来吧。你真是好人呐。不对，
小的这份才是你们的。谢谢了，再见。别废话，快跟上来。这两个家伙太贪心了。就这么一丁点儿，塞牙缝都不够。亲爱的蚂蚁们，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又出现了，就在西湖的雷峰塔上。雷峰塔是古代吴越的国王所建，因为坐落在西湖西照山的雷峰之上，所以才被人们称为雷峰塔。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雷峰西照，说的就是夕阳西下时这里的美景。啊，好想等到太阳下山时看看这里的景色呢。我们可没有这个时间，咱们还要找小灵珠呢。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川岩地龙战车，大家赶紧准备出发吧。是，为梦想出发。吃饱饱睡个觉真好，满足了吧？啊，是小灵珠的信息，赶紧行动，不能让五星蚂蚁们抢在前头。快点啊，我们坐翼神者飞碟过去。吃太饱，都走不动了。这一栋就是雷峰塔吗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听说雷峰塔下面住着一条千女蛇精。不会吧。没错，传说修炼了千年的白蛇白娘子曾经就被压在这座雷峰塔的下面，不过那只是个传说而已。这座塔那么高，怎么上去啊？有博士没难事，传送五星控密灯。我发明的可不是普通的孔明灯，这个孔明灯不需要烧火，用这根超能灯管加热就能一飞冲天。这么飞起来了？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我们赶紧上去吧。这龟速没吃饱饭吧？我来帮他加把劲儿。土豆豆，不要乱动，这样孔明灯会失去平衡，大家都会掉下去的。看，小灵珠在那儿。土豆豆，叫你不要乱动啦。我没有动啊。大家稳住，要保持平衡。遇到麻烦了。天才雷震震驾到，终于拿到手了。风小小，让暴风吹得再猛烈一点。我懂的，老大。暴雪龙卷风。等等，这帮家伙老跟我作对，他们困住了，我要下手再狠一点。咱们这样落井下石不太好吧，反正小灵珠已经到手了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不行，对敌人不能太仁慈。雷震震，你要干什么？
机甲召唤，五行召唤，打开吧，智慧的指引，泡泡仙子。可恶！幸亏水灵灵及时，差点摔成了肉饼。这个发明不错，抢回去说不定以后还能派上用场。拜拜，可怜的五星蚂蚁！拜拜喽！是博士。不好了，我刚发现了孔明灯存在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，你们要马上停止使用，因为超能灯管使用过长就会烧坏掉。什么？会烧坏掉？怎么回事？这么轻松就到手了？哼，博士的发明果然不靠谱。看来我要出狠招了。你怎么回事？我肚子好痛啊。厕所在哪里呀？也是。你们给我记着，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。可恶的五行蚂蚁竟用些阴谋诡计。都是你贪吃肉的货。